我把这个整个故事稍微讲个一下哈。其实这个中间的卡关，它有三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呢，就是大中华区，反正这个叫做复式委托啊，这种内情哈，我建议哈，不要去找郭台铭问，问一个人非常清楚，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吴钊燮。好，各位去问问什么叫做复式委托。好，这个题目大家谈过了，我就不谈了。我们现在谈第二个，就是交货，交货运输。各位知道交货运输它有两种，一种究竟是台湾派飞机，还是德国派飞机，还是其他国家派飞机？但是这个飞机是有讲究的，这个飞机一定要有冷链技术的，冷链技术放在飞机上的，它那个飞机，它那个运送过程是非常麻烦。我也问了一个朋友，所以在那边为了讨论交运方式，最后选择的是德国啊，既不选中国大陆，他也不选台湾的华航。好，第二个讲完了，那第三个我就讲到邮政的问题啊。如果还没做，这个问题当然不大，还没做的话，大概要从出厂运送到台湾至少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。哦，永华哥，如果是三个月以上的时间，那我们这批疫苗可能要十月底或十一月才会到，对可是按照指挥中心的说法，可能是八九月就会到，差不多。如果是九月就到的话，它可能就是已经做好的，或是做一半的。那如果是已经做好做一半，就我刚刚的逻辑分析，那就是要花时间跟金钱去改标签的哦。如果是签的，就是说你还没做，那我现在跟你签。那就会告诉你，你制造日期是什么时候制造，什么时候完成，大概要三个月。这边呢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大家一听那就懂，哈，没有那么悬。就跟为什么 F16， 我跟你签约以后，他要三年九个月交第一架飞机给你，因为不是他的弹射椅就要做三年九个月，哇，他是为了他的弹射椅，其实他生产线都在开，但是你特别定做的弹射椅，它要三年九个月做第一台出来，大家知道了吧？就是这个概念。好，如果没有做，问题不大。什么复辟胎那些，我们不必讨论。好，现在有的，我告诉各位，现在有的，对不起，在今年八月前，哈，今年八月前应该是有一批是掌握在复兴的手上。但是数量多少呢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数量多少呢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是这一批，它是八月多进来的话，那就应该是已经生产出货，生产出货。因为各位哈，在国际间它有一个调货制度。好比说，辉文突然买了300G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哦，不要。”我的国家只要100G，你剩下200G，它可以自由调配的啊，那种类似自由调配。如果是这一批的话，那上面就跟新加坡一样，都有复辟胎。如果正在做的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正在做大概也要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。从七月签约就是九月，最快最快就是九月下旬来。那邮政这个答案清不清楚？没有生产的我已经答复各位了，正在做的我也答复各位了。那这一批应该就是德国原来厂商已经生产好，在那边进行所谓的调配设施措施。那这些一弄的话，陈时中没有讲老实话，他说哈。他说贴标签是整个疫苗制作过程中最不花时间的哈，对。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各位买过东西了吧？那如果你只买一瓶的话，那当然不花时间。我们好比说，我们买一个生日蛋糕，买个1000个生日蛋糕，那对不起，它包装起来，各位想想需要花多少时间？如果是一个的话，它马上解决了。可是1000个的话，对不起，从打磨还要重新印制，那个谁在
网络上面讲啊、哦，王定宇，王定宇说啊，只要七天，那就叫王定宇去那个做做看。那什么七天？那你做做看嘛。因为那个涉及到了一个是商标权的问题，还有制造日期啊等等啊那些，所以他要改，他不是改一个什么复必泰啊贴上去的，他是整张他在做。况且你量大的话，我也问了，如果这个标签真要换的话，他说短的话是21天，长的话大概是28天，就3到4个礼拜。那换句话说，这是民进党政府他在挡，我不要复必泰嘛，不然的话，你拿新加坡还有其他的像斯里兰卡的这些某一些国家的例子，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或者南亚国家的例子，各位去比较一下。如果这个标签真的是改的话，它需要3个礼拜，就是因为你的量太大，差不多你要改。各位，他讲所谓的改不是1000万剂啊，还包含慈济的1500万剂啊，他全部都要改。那这个量那么大，那有人讲说7天啊、哦，用那个网络印刷、彩色印刷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这个是药品，哎，不是商品啊。好，我讲完这些，我再回过头来讲。好，蔡政府这一次他为什么他要挡？那为什么他挡不住？我这边可以透露一则消息，这一则消息是美国朋友跟我讲，他是直截了当告诉我，就是说萧美琴去跟美国求援的时候，的的确确是有讲到了莫德纳的数量，那到了最后，我们给美国给台湾250万，各位去算算，从萧美琴讲到现在运送过来，这个中间的时程是多长？这个是已经生产好的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，我也可以告诉各位，美国现在讲未来是在商言商。那换句话说，已经没有赠送这回事了，他也回报了台湾的一些恩情，这个是第二个。那第三个，我们现在再来讲，为什么哈？为什么蔡英文是到了最后他挡不住？一方面美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清楚，另外一方面是疫情严重。那最重要的是在商言商。在商言商这四个字就告诉了，就是说以后没有免费的。那从这些迹象你判断，就是说他当时他在挡，他以为是美国会给我们大量的东西，结果美国的确给我们大量，叫250万。那没有想到你要第二代第三代，就是在商言商在商言商的这种模式的话，已经缓不济急，因为美国疫苗再到台湾来大概还要4个月，好，4个月的时间。那这些时间差你把它扣掉，从今年5月加起来到差不多4个月的话，对不起，9月。那9月的话，各位晓不晓得有2件非常严重的事情。第一个，学生开学的问题，你学生到底要不要打，老师要不要打？如果因为现在教育部规定同班2个人的话，对不起，你这个学校都要关门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那蔡英文不敢以身涉险。那除了不敢以身涉险，他就必须要接受郭台铭的条件。各位回想一下，陈时中过去不是讲了一句名言吗？连我政府我都买不到的，你民间单位，你凭什么资格买得到？哎，这句话讲得很好。但是今天我们回想过来，如果这一次不是美国给我们这250万剂的莫德纳的话，各位想想，又没有 BNT， 你光用 AZ 的话，对不起，台湾老百姓都要造反了。